当当当当，大家看到我在哪里吗？对，我又录了一首歌，然后今天呢就给大家记录一下我在录音棚怎么录歌的，嘿嘿，大家期待一下，这个待会儿唱飙了，唱跑了别怪我。高山和海洋，随身带上自己的阳光，逆风飞翔，飞往心中的梦想。有梦的人自带翅膀，勇敢张开双手。有梦，再来一遍，进狠了，来，好听一点。有梦的人自带翅膀，是不是又滑了？哦，勇敢张开双手，知道了。有梦的人自带翅膀，勇敢张开双手就能翱翔。归了我。小小的肩膀也有大担当，逆风飞翔，飞往心中的梦想。 OK，好了，这段 vlog 就结束了。哎，没有，还有后面还有工作。哎，我把今天的工作都记录下来，给大家看一看。接着期待吧。现在呢已经是8:51了，我今天呢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好不容易从剧组请这个一次假啊，就要好好的利用，在路上啊吃点东西就回横店了，接着明天早上的拍摄。这次的这个 vlog 呢就到这里啦，然后多多期待我的下一条 vlog 吧，拜拜。杂志成片的背后